好的，那么接下来由吉林赛区 Golden Star 为我们带来《会呼吸的江湖》，掌声有请。让你好好学习，你总不听。现在都已经掉到全班第三了，你让剩下三个人怎么看你？你还有脸玩？玩玩玩的，赶紧学习去！一个破补习班，你要给我们排个名次？全班就六个人，前六名、后六名全都包揽了，转来转去的。你转圈圈，想你想到心花怒放，黑夜白天，可是我不能转了，晕了晕了晕了。不行，我胸闷，我头晕，我需要氧气。哦，美女，是谁在说话？哦，我是你的内心。哦嗨哟，古代伊玛斯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内心果然是个汉子，我的内心崩溃了。哦不，你的内心是非常强大的哦，强大到我都已经无法呼吸了。不行，我头晕，我胸闷。哦，美女，让我带你去一个可以呼吸的江湖吧。什么江湖？我才不要去古代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般若波罗蜜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内心的世界太丰富了。娘子，啊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白素贞，我不想当长虫。我的兵器只卖给忠肝义胆之人。我勒个去，这还真是山花遍野、景色秀丽的好地方啊。我这是什么打扮啊？哎，不管了，我要呼吸一下这里的新鲜空气。呼吸，闭好你的眼睛，全世界新氧气。鞋儿破，帽儿破，身上的装备破，唉，装备黑，一条黑，五羊车也黑。哎，你那边那只啊，你说谁黑呢？哎呦，是个漂亮的小姐姐啊。对呀，人家是小姐姐呢。小姐姐啊，为什么咒我黑啊？咒你？谁咒你了？没有啊，我只是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心潮澎湃呢。呼吸新鲜的空气？算了吧，这里简直是让人窒息，让人无法呼吸啊。嗯，不会啊，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啊。小姐姐是新来的吧？小姐姐要不要到我们帮会来啊？你们帮会人很多吗？我们工会那个家伙的，我加你六个。六个人？转圈圈，想你想到心花怒放，黑夜白天。还是算了吧，我听到这个数字就会想起我的补习班。那小姐姐，哥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忠肝义胆之人。堂主爸爸，让我沉一手吧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。不会吧，我来帮你试试。你就是传说中的忠肝义胆之人。唉，不玩了不玩了，A了A了，下线下线。别呀别呀，
小哥哥，带我去打日常吧。这个游戏的日常有什么意思吗？每天就重复那么几个副本，无聊又枯燥。不做不做。其实啊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不也是这样的吗？每天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，做着看似无聊又重复的事情，每天都在想着一夜暴富，但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啊，好运总会降临，但那也只是锦上添花，不是雪中送炭啊。在那之前，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地提升自己。我懂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去学习啊。不去学习行不行啊？不去学习，你养我。我养你啊。傻瓜，你先自己好好呼吸吧。对了，小姐姐，你的名字叫什么呀？我叫阿修兰。梦中的梦中，梦中人的梦中，梦不到的沮丧，往事如风。好的，谢谢我们这一组会呼吸的江湖。谢谢啊，上面空气都清新了。哎，对。来，请两位在我们的台中摆一个 pose。好，同样三秒钟之后，现场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同样把最热情的掌声给到他们。三二一，谢谢谢谢。那么接下来由我们的评委老师点评时间，我们的狂尖老师。你们好。我觉得其实你们没有你们应该是预赛的时候没有看过自己的视频，其实你们那个布幕在我们这个灯光，我们台下看，我们是看不到你们在后面做什么的，我们只会看到两个布幕，因为其实这边灯光很强。对，他可能之后在决赛的部分可能要考虑现场的灯光去做适当的调度，譬如你那个布幕可能要换成更透明一点的。对，因为我知道那时候你在换衣服嘛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应该是有摆一些动作，但其实我们这边看的不是很清楚。再来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整个剧本它有一部分是好的，但是其实整体来说对我而言，我就是在看两个话，就是两个相声，它没有很大的表演成分在里面，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也是你们日后需要加强的地方。谢谢。好的，谢谢我们的狂尖老师。魔导老师，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，皮影戏，如果你想达到一个皮影戏的效果的话，你需要在背后设置一个比前面舞台光更强的光，这样你在前面那个白布上才能出现是黑的东西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，你既然在屏幕上主视觉做了一个 LED 的有内容的话，在适当的时候那块白布你应该把它拉开，但你们两个人已经换装完毕的时候，你是应该把它拉开的，而不应该在那儿挡着，这样的话 LED 就没有，就等于说你 LED 上的一半部分，就像你用了张阿修兰的头像，阿修兰只露一个眼睛，脸这下面没有露出来。然后再加上一个就是说，无论是再好的剧本，无论你的剧本再有内涵，它需要是台上人去演出来的，而不是坐在那两边一个坐在那儿白活出来的。你们只是在表演一个两个人坐在那儿白活的状态，而不是一个表演的状态。那这样的话，实际上这个剧本里所有的很深入的东西在舞台上都没有办法呈现，大家可能就像听一个相声或者听一个广播剧一样。就是还是那个话，其实演员主要重点不是说你的台词配的什么音和你 LED 做的什么东西，而在于说你在舞台上你都跑了哪些位置，你都做出了哪些动作，你用肢体给我们表现了什么东西，这才是在一个舞台剧它能够拿出来进行评比的一个要素，这是最关键的要素。应该说这个剧本还是可以再加强的，它里面有很多可以表现的元素在，可以继续加强。好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，也谢谢我们的两位选手，谢谢，辛苦我们的选手下台休息一下。